这是什么事啊？只有登记而已。说你们当地人跑到那里去，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跑到那边去，让他们跑去那边登记。因为这边被像李鸿钧，李鸿钧进。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院会，出席委员80人，已足法定人数。报告院会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1月5日下午20:22至20:51，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柯委员智恩等103人，警察委员李委员燕秀等9人，主席院长苏家全讨论事项第一案决议，附议通过，本案报告事项照民进党团提议通过。其他事项，时代力量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议变更议程各一案，不予通过。宣读完毕。报案会针对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作以下之宣告：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确定。报案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各党团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他现在才提出来，这不是变更议程，这是什么？没有，他是写这样子而已啊，这没有写内容啊。时代力量的提案在哪里？对，在这里，在这里。他没有内容啊。他是怎样？提案没有写。这个时代力量党团并没有案子的内容，所以跟院会报告。这个案子我们就不予处理。好，来，好，来了啊。有3案子啊，我来宣读啊，请议事人宣读。好，他们的案子的内容已经送过来，请议事人员宣读。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仅列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汇总完成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案一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
针对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本次临时会仅列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报告案一案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请按铃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等一下发下来没有？好，现在正在发。啊，我们都有念，你们要听他提案，因为他有书面，提案他有书面，刚拿到，他刚送到，都是九点嘛，对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印给各位了嘛，现在就你们看，刚提了，我刚才也有宣读了，我就宣，他们突然间提出来的，没关系啊，现在有七分钟，可以处理，七分钟，好，好，七分钟，好。那其他有没有其他党团的提案？赶快分给他们。目前没有。好 ，OK。啊，那我们已经截止了。对。这是突然的，嗯啊，按的突然就 OK 了。不会啦，还好啦，还好。那临时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临时处理啊，总是。来，接着，处理完接着，处理完接着，啊，我们就开始讨论事项。如果那个表决完，那个不通过，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讨论事项。啊，真的吗？下面的麦克风全部都关掉了，现在没有发言时间。哎，下面的麦克风关掉了。现场的声音怎么好像有麦克风的声音？为什么我这边有麦克风？但是好像有声音，还有声音。嗯，信不信？这边关不掉还是怎么样？有声音？有关掉了。但是好像有回音哈，有点回音。我说你改公报处改门关麦。为什么好像有一点麦克风的声音？查一下哈。接下来是针对本案表决的吗？少这个不通过。好，那就继续处理讨论事项第一案。好，这个时代力量要求继续表决。
好，啊，请问各位委员，有哪一位委员没有拿到表决卡？哇，你们没有回去检查，怎么知道没有拿到？啊，回去检查。好，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我们现在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8人，赞成33人，反对6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发言会，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今天审议内政、外交及国防、财政、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治、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补送列入审查总报告部分，请宣读财政委员会会诊总报告。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各委员会审查结果。经济交通委员会已提出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由财政委员会综合整理，并于106年12月4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后，完成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总报告。内政、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7年1月3日提出审查报告。外交及国防、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7年1月4日提出审查报告，由财政委员会另行整理后，函请议事处提报院会并案讨论。审查结果如下：一、税入部分审查结果，共计增列217亿4166万9000元，自应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之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均占照列。四、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税入总额占改列为1兆9191亿4583万8000元。二、税出部分审查结果，共计减列45亿6698万7000元，自应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之国库增拨等均占照列，是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税出总额暂改列为1兆9872亿0608万4000元。三、融资裁员调度部分，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融资裁员调度部分，便列债务之偿还792亿元，税入税出差短943亿6890万2000元，合共尚需融资调度数1735亿6890万2000元，全数以举借债务予以弥平，均占照列。四、总预算案税入税出审议结果再行调整。四、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结果，税入税出总额如有差短及经常收支如有不平衡时，送院会处理。五、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均占照列。四、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六、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出正式别部分，随同税出机关别审查结果予以调整。
内政、外交及国防、含机密部分、财政、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治、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六委员会审查结果，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机密部分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外，皆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内政委员会由赖召集委员瑞龙、郑召集委员天才，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马召集委员文君、蔡召集委员适应，财政委员会由费召集委员洪泰，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由陈召集委员学胜，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由王召集委员玉明、蔡召集委员易瑜，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卫生福利部主管部分由林召集委员静怡，劳动部主管环境保护署主管部分由蒋召集委员万恩出席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委员会召集委员说明，先请内政委员会赖召集委员瑞龙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请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马召集委员文君补充说明。好，不说明，请财政委员会会召集委员洪泰补充说明。好，不说明，请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曾召集委员学胜补充说明。好，不说明，请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王召集委员玉敏补充说明。好，不说明，请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林召集委员静怡补充说明。好，没有补充说明，本案分别经内政、外交及国防、财政、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决议，需由党团协商，依处理预算案之议事程序，按各委员会审查单位主款宣读后，均暂行保留，视协商后再行处理。请宣读内政委员会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内政委员会宣称。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五项行政院无列数，第十二项原住民族委员会，第十三项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均照列，第十四项客家委员会及所属无列数，第十五项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照列，第十八项大陆委员会无列数，第六十三项内政部，第六十四项营建署及所属均照列，第六十五项警政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六十六项中央警察大学照列，第六十七项消防属及所属无列数，第六十八项议政署，第六十九项移民署均照列，第七十项建筑研究所无列数，第七十一项空中勤务总队，第一百九十六项海岸巡防署，第一百九十七项海洋巡防总局，第一百九十八项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均照列，第二百零八项台湾省政府无列数。宣读完毕。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三款。第三款规费收入第五项行政院，第九项原住民族委员会均无列数，第十项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照列，第十一项客家委员会及所属改列为12536000元，第十三项大陆委员会，第十五项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第五十七项内政部，第五十八项营建署及所属，第五十九项警政署及所属，第六十项中央警察大学，第六十一项消防署及所属，第六十二项移民署，第六十三项建筑研究所均照列，第一百六十六项海洋巡防总局，第一百七十二项台湾省自议会均无列数。宣读完毕。第三款规费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四款。第四款财产收入第六项行政院，第十三项原住民族委员会，第十四项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第十五项客家委员会及所属，第十六项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第十九项大陆委员会，第七十五项内政部，第七十六项营建署及所属，第七十七项警政署及所属，第七十八项中央警察大学，第七十九项消防署及所属均照列，第八十项营建署无列数，第八十一项移民署，第八十二项建筑研究所，第八十三项空中警务总队，第二百一十二项海岸巡防署，第二百一十三项海洋巡防总局，第二百一十四项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均照列，第二百二十五项台湾省政府无列数，第二百二十六项台湾省自议会照列。宣读完毕。第四款财产收入暂行保留，
请宣读第五款。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三项营建署及所属账列，宣读完毕。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七款。第七款其他收入第六项行政院第十三项原住民族委员会第十四项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第十五项客家委员会及所属第十六项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第十九项大陆委员会第七十三项内政部第七十四项营建署及所属第七十五项警政署及所属第七十六项中央警察大学第七十七项消防署及所属第七十八项议政署第七十九项移民署第八十项建筑研究所第八十一项空中勤务总队第二百零七项海岸巡防署第二百零八项海洋巡防总局第二百零九项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第二百二十项台湾省政府第二百二十一项台湾省咨议会第二百二十三项福建省政府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七款其他收入暂行保留。二税出部分第二款。二税出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一项行政院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二十四项，第八项原住民族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三十四项，第九项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照列，第十项客家委员会及所属改列为二十五亿二千零七十八万九千元，本项提案已按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二十七项。第十一项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改列为九亿八千八百五十三万七千元，本项通过决议十三项。第十四项大陆委员会改列为八亿八千八百五十七万五千元，本项通过决议二十五项。第十六项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九项，宣读完毕。第二款行政院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七款。第七款内政部主管第一项内政部照列，本项提案三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十三项。第二项营建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二十三项。第三项警政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十五项。第四项中央警察大学照列。第五项消防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十六项。第六项议政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六项。第七项移民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十项。第八项建筑研究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三项。第九项空中勤务总队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第七款内政部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二十二款。第二十二款海岸巡防署主管第一项海岸巡防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九项。第二项海洋巡防总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七项。第三项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三项，宣读完毕。第二十二款海岸巡防署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二十六款。第二十六款省市地方政府第一项台湾省政府改列为一亿一千八百三十万一千元，本项通过决议五项。第二项台湾省咨议会改列为六千二百二十六万三千元，本项通过决议三项。第四项福建省政府改列为五千九百零二万八千元，本项通过决议二项。有关政治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第二十六款省市地方政府暂行保留，请宣读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第二款，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七十项外交部第七十三项国防部均照列，第七十四项国防部所属改列为五亿五千五百零八万七千元，第一百五十一项常务委员会无列数，第二百零七项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照列，宣读完毕。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三款。第三款规费收入第六十四项领事事务局改列为三十五亿二千一百七十七万五千元，第六十五项国防部所属第一百二十二项常务委员会均照列，第一百七十一项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改列为一亿六千九百二十八万元，宣读完毕。第三款规费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四款。
第四款财产收入第84项外交部照列，第85项领事事务局无列数，第86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改列为11万元，第87项国防部无列数，第88项国防部所属，第166项侨务委员会均照列，第224项国军退学官兵辅导委员会改列为852万8000元。宣读完毕。第四款财产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五款。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四项国防部所属，暂照列四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后暂行调整。宣读完毕。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七款。第七款其他收入第82项外交部，第83项领事事务局，第84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85项国防部，第86项国防部所属均照列，第163项侨务委员会改列为305000元，第219项国军退学官兵辅导委员会改列为9亿4496万8000元。宣读完毕。第七款其他收入暂行保留。二税出部分，请宣读第八款。二税出部分第八款外交部主管不含机密部分，第一项外交部不含第八目外交支出机密预算改列为238901万1000元，本项提案14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60项。第二项领事事务局改列为14亿3297万元，本项通过决议5项。第三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宣读完毕。第八款外交部主管不含机密部分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九款。第九款国防部主管不含机密部分，第一项国防部改列为10亿3497万2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7项。第二项国防部所属不含第十目国防支出机密计划及第十目科学支出机密计划，除第七目非营业特种基金暂照列四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暂行调整外，改列为3030亿8149万4000元，本项通过决议260项。宣读完毕。第九款国防部主管不含机密部分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十六款。第十六款侨务委员会主管不含机密部分，第一项侨务委员会不含第十一目侨务支出机密预算改列为14亿5355万3000元，本项通过决议36项，通过附带决议1项。宣读完毕。第十六款侨务委员会主管不含机密部分暂行保留，请宣读第25款。第25款国军退学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国军退学官兵辅导委员会改列为1160亿4011万2000元，本项通过决议65项。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第25款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财政委员会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第一款，财政委员会依税入部分第一款税客收入，第一项财政部改列为1兆5774亿9500万元，本项通过决议3项。宣读完毕。第一款税客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二款。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六项主计总处、第61项审计部、第62项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均无列数，第75项财政部、第76项国库署均照列，第77项赋税署无列数，第78项台北国税局、第79项高雄国税局、第80项北区国税局及所属、第81项中区国税局及所属、第82项南区国税局及所属、第83项关务署及所属均照列，第84项国有财产署及所属无列。第85项财政资讯中心照列，第203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第204项银行局，第205项证券及货局，第206项检察局均无列数。宣读完毕。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三款。
第三款规费收入第六项除计总处照列第五十六项审计补列数，第六十六项财政部第六十七项国库署，第六十八项赋税署，第六十九项台北国税局，第七十项高雄国税局，第七十一项北区国税局及所属，第七十二项中区国税局及所属，第七十三项南区国税局及所属，第七十四项关务署及所属，第七十五项财政资讯中心均照列第一百七十项保险局无列数。宣读完毕。第三款规费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四款。第四款财产收入第七项除计总处，第六十八项审计部，第六十九项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第七十项审计部新北市审计处，第七十一项审计部桃园市审计处，第七十二项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第七十三项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第七十四项审计部高雄市审计处，第八十九项财政部，第九十项国库署，第九十一项赋税署，第九十二项台北国税局，第九十三项高雄国税局，第九十四项北区国税局及所属，第九十五项中区国税局及所属，第九十六项南区国税局及所属，第九十七项关务署及所属均照列，第九十八项国有财产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九十九项财政资讯中心，第二百一十九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二百二十项银行局，第二百二十一项证券期货局，第二百二十二项保险局，第二百二十三项检察局均照列。宣读完毕。第四款财产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五款。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一项，行政院第一目营业基金盈余缴库暂照列，自所属营业基金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第五项财政部改列为一百零二亿四千九百五十八万九千元，本项通过决议九项。第六项国有财产署及所属暂照列，是所属营业基金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第十二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暂照列，是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宣读完毕。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六款。第六款捐献及赠与收入第一项国库署无列数。宣读完毕。第六款捐献及赠与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七款。第七款其他收入第七项主计总处，第六十七项审计部，第六十八项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第六十九项审计部新北市审计处均照列，第七十项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第七十一项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均无列数，第七十二项审计部高雄市审计处，第八十七项财政部均照列，第八十八项国库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八十九项赋税署，第九十项台北国税局，第九十一项高雄国税局，第九十二项北区国税局及所属，第九十三项中区国税局及所属，第九十四项南区国税局及所属，第九十五项公务署及所属，第九十六项国有财产署及所属均照列，第九十七项财政资讯中心无列数，第二百一十四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二百一十五项银行局，第二百一十六项证券期货局，第二百一十七项保险局均照列，第二百一十八项检察局无列数。宣读完毕。第七款其他收入暂行保留，二税出部分通过决议一项，请宣读。二税出部分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通过决议一项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二款。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二项主计总处改列为十二亿零七百三十七万元，本项通过决议二十项。宣读完毕。第二款行政院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六款。第六款监察院主管第二项审计部改列为十亿二千七百三十八万五千元，本项提案已按保留送用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十二项。第三项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改列为六千八百一十二万八千元，本项提案已按保留送用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四项审计部新北市审计处改列为五千七百四十二万八千元，本项提案已按保留送用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五项审计部桃园市审计处改列为四千六百八十一万九千元，本
项提案已按保留送右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六项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改列为5880万1000元，本项提案已按保留送右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七项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改列为6002万2000元，本项提案已按保留送右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八项审计部高雄市审计处改列为7046万2000元，本项提案已按保留送右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第六款监察院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十款。第十款财政部主管第一项财政部改列为248亿6820万2000元，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39项。第二项国库署改列为1260亿6682万1000元，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23项。第三项赋税署改列为132亿2657万3000元，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22项。第四项台北国税局改列为23亿2680万元，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2项。第五项高雄国税局改列为15亿4018万8000元，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0项。第六项北区国税局及所属改列为25亿7627万7000元，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1项。第七项中区国税局及所属改列为22亿5220万3000元，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22项。第八项南区国税局及所属改列为17亿3365万8000元，本项提案四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9项。第九项关务署及所属改列为63亿4305万5000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47项。第十项国有财产署及所属改列为18亿7844万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27项。第十一项财政资讯中心改列为12亿2239万8000元，本项提案五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7项。宣读完毕。第十款财政部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24款。第二十四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第一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改列为2亿1320万5000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33项。第二项银行局改列为3亿3255万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2项。第三项证券期货局改列为3亿1863万5000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4项。第四项保险局改列为1亿4250万9000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8项。第五项检察局改列为4亿2770万9000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2项。宣读完毕。第二十四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26款。第26款省市地方政府第三项补助直辖市及县市政府照列，本项通过决议8项。宣读完毕。第26款省市地方政府暂行保留，请宣读第27款。第27款调整军公教人员待遇准备照列，本款通过决议1项。宣读完毕。第27款调整军公教人员待遇准备暂行保留，请宣读第28款。第28款灾害准备金照列，本款通过决议1项。宣读完毕。第28款灾害准备金暂行保留，请宣读第29款。第29款第二月备金照列，本款通过决议7项。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第29款第二预备金暂行保留。三融资裁员调度部分。三融资裁员调度部分，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融资裁员调度部分，编列债务之偿还792亿元，另税入税出差短943亿6890万2000元，合共上述融资调度数1735亿。
6890万2000元，全数以举借债务云以弥平均占照列，四总预算案税入税出审议结果再行调整。宣读完毕。三、融资裁员调度部分暂行保留，请宣读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第二款。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依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四项中央研究院改例为650万元，第九项国立故宫博物院改例为570万元，第86项教育部、第87项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均照列，第88项体育署无列数，第89项青年发展署照列，第90项国家图书馆无列数，第91项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照列，第92项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第93项国家教育研究院均无列数。第152项原子能委员会照列，第153项辐射侦测中心，第154项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均无列数，第155项核能研究所，第188项文化部，第189项文化资产局，第190项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第191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第192项国立台湾美术馆及所属，第193项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均照列，第194项国立台湾博物馆，第195项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均无列数，第199项科技部，第200项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均照列，第201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改列为363万元，第202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照列。宣读完毕。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三款。第三款规费收入第四项中央研究院照列，第7项国立故宫博物院改列为12亿4320万7000元，第76项教育部改列为4130万5000元，第77项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照列，第78项体育署改列为228万5000元，第79项国家图书馆，第80项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第81项国家教育研究院，第123项原子能委员会，第124项辐射侦测中心，第125项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第126项核能研究所均照列，第158项文化部改列为1231万元，第159项文化资产局，第160项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均照列，第161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无列数，第162项国立台湾美术馆及所属，第163项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均照列，第164项国立台湾博物馆改列为620万5000元，第165项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第167项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第168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第169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三款规费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四款。第四款财产收入第5项中央研究院改列为303万2000元，第10项国立故宫博物院改列为1亿3423万3000元，第100项教育部，第101项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均照列，第102项体育署改列为1400万元，第103项青年发展署，第104项国家图书馆，第105项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第106项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第107项国家教育研究院均照列，第167项原子能委员会无列数，第168项辐射侦测中心照列，第169项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无列数，第170项核能研究所照列，第204项文化部改列为5367万4000元，第205项文化资产局，第206项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第207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第208项国立台湾美术馆及所属，第209项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第210项国立台湾博物馆，第211项台湾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第215项科技部，第216项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第217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第218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四款财产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五款。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二项国立故宫博物院系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占照列，是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水应确定后再行调整。宣读完毕。
第四款财产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五款。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七款。第七款其他收入第五项中央研究院改列为1亿1680万2000元，第十项国立故宫博物院照列，第98项教育部改列为3亿2340万3000元，第99项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照列，第100项体育署无列数，第101项青年发展署，第102项国家图书馆，第103项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第104项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第105项国家教育研究院，第164项原子能源委员会均照列，第165项辐射侦测中心无列数，第166项核能研究所，第199项文化部，第200项文化资产局，第201项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第202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第203项国立台湾美术馆及所属，第204项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第205项国立台湾博物馆，第206项国立台湾水建文化博物馆，第210项科技部，第211项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第212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第213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七款其他收入暂行保留。二税出部分，请宣读第一款。二税出部分第一款，总统府主管第五项中央研究院改列为1,237,143,900元，本项通过决议43项，宣读完毕。第一款总统府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二款。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五项国立故宫博物院照列，本项通过决议48项，宣读完毕。第二款行政院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十一款。第十一款教育部主管第一项教育部改列为1,332,6683,400元，本项通过决议134项。第二项国民及学前教育署除第二目国民及学前教育、第二节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教育与训辅补助、第三目分业特种基金、第一节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校务基金均占照列，四所属分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暂行调整外，其余均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7项。第三项体育署改列为46亿2770万6000元，本项通过决议23项。第四项青年发展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5项。第五项国家图书馆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六项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七项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八项国家教育研究院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宣读完毕。第十一款教育部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十七款。第十七款原子能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原子能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0项。第二项辐射侦测中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项。第三项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项。第四项核能研究所改列为20亿9950万元，本项通过决议17项。宣读完毕。第十七款原子能委员会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21款。第21款就文化部主管第一项文化部除第三目文化资源业务第一节文化资源业务推动与辅导中国立历史博物馆营运与发展，第七目艺术发展业务第二节艺术业务推展与辅导中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营运与发展及国立国父纪念馆营运与发展，第十目分业特种基金第一节国立文化机构作业基金均占照列，四所属分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暂行调整外，其余均照列，本项通过决议73项。第二项文化资产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0项。第三项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9项。第四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除第三目分业特种基金第一节国立文化机构作业基金占照列，四所属分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暂行调整外，其余均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项。
第五项国立台湾美术馆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六项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七项国立台湾博物馆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八项国立台湾学前文化博物馆照列。宣读完毕。第二十一款文化部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二十三款。第二十三款科技部主管第一项科技部，除第六目非营业特种基金第一节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占照列，四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暂行调整外，其余均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六十八项。第二项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第三项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二项；第四项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一项。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第二十三款科技部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第二款。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依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一项总统府、第二项国史馆、第三项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第七项人事行政总处、第八项公务人力发展学院均无列数，第二十项立法院照列，第二十一项司法院，第二十二项最高法院，第二十三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十四项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十五项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十六项法官学院，第二十七项智慧财产法院均无列数，第二十八项台湾高等法院，第二十九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三十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三十一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三十二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第三十三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第三十四项台湾树林地方法院，第三十五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第三十六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第三十七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第三十八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第三十九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第四十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第四十一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第四十二项台湾园林地方法院，第四十三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第四十四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第四十五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第四十六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第四十七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第四十八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第四十九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第五十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第五十一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第五十二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第五十三项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第五十四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均照列。第五十五项考试院，第五十六项考选部，第五十七项全序部，第五十八项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第五十九项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均无列数，第六十项监察院，第九十四项法务部，第九十五项司法官学院，第九十六项法医研究所，第九十项廉政署，第九十八项矫正署及所属，第九十九项行政执行署及所属，第一百项最高法院检察署，第一百零一项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第一百零二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检察署，第一百零三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检察署，第一百零四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检察署，第一百零五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检察署，第一百零六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零七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零八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零九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一十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一十一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一十二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一十三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一十四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一十五项台湾园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一十六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一十七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一十八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一十九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二十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二十一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二十二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二十三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二十四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二十五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检察署均照列，第一百二十六项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检察署无列数，第一百二十七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二十八项福建连江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二十九项调查局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二款
罚款及赔偿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三款。第三款规费收入本款通过决议以上，第一项总统府，第二项国史馆，第三项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第十七项司法院，第十八项最高法院，第十九项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十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十一项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十项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十三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第二十四项智慧财产法院，第二十五项台湾高等法院，第二十六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二十七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十八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十九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第三十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第三十一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第三十二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第三十三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第三十四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第三十五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第三十六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第三十七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第三十八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第三十九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第四十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第四十一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第四十二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第四十三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第四十四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第四十五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第四十六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第四十七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第四十八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第四十九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第五十项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第五十一项福建高等法院金文分院，第五十二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第五十三项福建连江地方法院，第五十四项考试院均照列。第五十五项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无列数，第八十项法务部，第八十三项司法官学院均照列，第八十四项廉政署无列数，第八十五项矫正署及所属，第八十六项行政执行署及所属，第八十七项最高法院检察署均照列，第八十八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检察署无列数。第八十九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九十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署均照列，第九十一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无列数。第九十二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九十三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九十四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九十五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九十六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九十七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九十八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九十九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零一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零二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检察署均照列，第一百零三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一百零四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检察署均无列数，第一百零五项调查局照列。宣读完毕。第三款规费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四款。第四款财产收入，第一项总统府，第二项国家安全会议，第三项国史馆，第四项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第八项人事行政总处，第九项公务人力发展学院均照列，第二十一项立法院改列为七百三十三万八千元，第二十二项司法院，第二十三项最高法院，第二十四项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十五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十六项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十七项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十八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第二十九项法官学院，第三十项智慧财产法院，第三十一项台湾高等法院，第三十二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三十三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三十四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三十五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第三十六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第三十七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第三十八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第三十九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第四十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第四十一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第四十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第四十三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第四十四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第四十五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第四十六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第四十七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第四十八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第四十九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第五十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第五十一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第五十二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第五十三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第五十四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第五十五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第五十六项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第五十七项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第五十八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第五十九项福建连江地方法院，第六十项考试院，第六十一项考选部，第六十项全市部均照列。
第63项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无列数，第64项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照列，第65项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监督委员会，第66项公务人员退休基金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均无列数，第67项监察院，第108项法务部，第109项司法官学院，第110项法医研究所，第111项廉政署，第112项矫正署及所属，第113项行政执行署及所属，第114项最高法院检察署，第115项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第116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检察署，第117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检察署，第118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检察署，第119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检察署，第120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1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0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3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4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5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6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7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8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9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0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1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0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3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4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5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6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7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8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9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40项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检察署，第141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40项福建连江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43项调查局均照列。宣读完毕。第四款财产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七款。第七款其他收入，第一项总统府，第二项国家安全会议，第三项国史馆均超列，第四项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改列为108万3000元，第八项人事行政总处，第九项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第22项立法院，第23项司法院，第24项最高法院，第25项最高行政法院，第26项台湾北高等行政法院，第27项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第28项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29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会均照列，第30项法官学院无列数，第30项智慧财产法院，第30项台湾高等法院，第33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34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35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36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第37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第38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第39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第40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第41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第40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第43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第44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第45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第46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第47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第48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第49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第50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第51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第52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第53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第54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第55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第56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第57项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第58项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第59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第60项考试院，第60项考选部，第60项全市部，第63项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第64项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均照列，第65项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监理委员会无列数，第66项监察院，第106项法务部，第107项司法官学院，第108项廉政署，第109项矫正署及所属，第110项行政执行署及所属，第110项最高法院检察署，第112项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第113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检察署，第114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检察署，第115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检察署，第116项台湾高等法院
花莲分院检察署第117项、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智慧财产分署第118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19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0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1项、台湾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0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3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4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5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6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7项、台湾员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8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29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0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1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0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3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4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5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6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7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38项、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检察署第139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检察署第140项调查局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七款其他收入暂行保留。二、税出部分，请宣读第一款。二、税出部分第一款，总统府主管第一项总统府改列为9亿2318万千元，本项通过决议18项。第二项国家安全会议照列，本项通过决议6项。第三项国史馆改列为2亿0620万2千元，本项通过决议5项。第四项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照列，本项通过决议4项。宣读完毕。第一款总统府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二款。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三项人事行政总处改列为22亿8537万6千元，本项通过决议14项。第四项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宣读完毕。第二款行政院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三款。第三款立法院主管第一项立法院改列为35亿3862万7千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28项。宣读完毕。第三款立法院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四款。第四款司法院主管第一项司法院改列为29亿4306万2千元，本项通过决议23项。第九项智慧财产法院照列，第十项台湾高等法院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11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12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13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14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第15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第16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第17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第18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均照列。第19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20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第21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第22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第23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第24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第25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第26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第27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第28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第29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第30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第31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第30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第33项台湾金融地方法院，第34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第35项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第36项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第37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第38项福建连江地方法院均照列。宣读完毕。第四款司法院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五款。第五款考试院主管本馆通过决议1项。第一项考试院改列为3亿5136万5千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5项。第二项考选部照列，本项通过决议6项。第三项全数部照列，本项通过决议6项。第四项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4项。第五项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第六项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监理委员会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七项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照列。宣读完毕。第五款考试院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六款。
第六款监察院主管第一项监察院改列为7亿3246万8千元，本项通过决议20项，宣读完毕。第六款监察院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十二款。第十二款房屋部主管第一项房屋部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3项。第二项司法官学院照列，第三项防疫研究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四项廉政署改列为4亿2086万4千元，本项通过决议5项。第五项矫正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2项。第六项行政执行署及所属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第七项最高法院检察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八项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第九项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检察署，第十项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检察署，第十一项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检察署，第十二项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检察署，第十三项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智慧财产分署均照列。第十四项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第十五项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十六项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十七项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署，第十八项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第十九项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检察署均照列。第二十项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二十一项台湾南投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二十二项台湾彰化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二十三项台湾云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二十四项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二十五项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二十六项台湾桥头地方法院检察署均照列。第二十七项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二十八项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二十九项台湾台东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三十项台湾花莲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三十一项台湾宜兰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三十二项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三十三项台湾澎湖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三十四项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检察署，第三十五项福建金门地方法院检察署，第三十六项福建连江地方法院检察署均照列，第三十七项调查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项。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第十二款法务部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结果，依税入部分第二款。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依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46项劳动部改列为200万元，第147项劳工保险局，第148项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均照列，第149项职业安全卫生署改列为1亿3000万元，第150项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照列，第179项卫生福利部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180项疾病管制署照列，第181项食品药物管理署改列为247万2千元，第182项中央健康保险署改列为6958万9千元，第183项国民健康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184项社会及家庭署无列署，第185项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照列，第186项环境保护署改列为2730万元，第187项环境检验所照列，宣读完毕。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三款。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18项劳动部，第119项劳工保险局，第120项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第121项职业安全卫生署均照列，第149项卫生福利部改列为1亿4004万元，第150项疾病管制署，第151项食品药物管理署，第152项中央健康保险局均照列。中央健康保险署均照列，第153项国民健康署无列署，第154项环境保护署改列为2560万7千元，第155项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第156项环境检验所，第157项环境保护人员训练所均照列，宣读完毕。第三款规费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四款。
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60项劳动部、第161项劳工保险局、第160项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均创列，第163项职业安全卫生署无列数，第164项劳动基金运用局、第165项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第194项卫生福利部、第195项疾病管制署、第196项食品药物管理署、第197项中央健康保险署、第198项国民健康署、第199项社会及家庭署均照列，第200项国家中药研究所无列数，第201项环境保护署，第202项环境检验所，第203项环境保护人员训练所均照列。宣读完毕。第四款财产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五款。第五款营业营业局事业收入，第十项卫生福利部无列数，第十一项食品药物管理署暂照列，四所属分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后暂行调整。宣读完毕。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七款。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57项劳动部、第158项劳工保险局、第159项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均照列，第160项职业安全卫生署、第161项劳动基金运用局均无列数，第162项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第189项卫生福利部、第190项疾病管制署、第191项食品药物管理署、第192项中央健康保险署、第193项国民健康署、第194项社会及家庭署、第195项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第196项环境保护署均照列，第197项环境检验所、第198项环境保护人员训练所均无列数。宣读完毕。第七款其他收入暂行保留。二税出部分，请宣读第十五款。二税出部分第十五款劳动部主管，第一项劳动部改列为1242亿7325万元，本项提案经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59项。第二项劳工保险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5项。第三项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改列为16亿9877万6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7项。第四项职业安全卫生署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5项。第五项劳动基金运用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9项。第六项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改列为3亿2000万2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5项。宣读完毕。第十五款劳动部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十九款。第十九款卫生福利部主管，第一项卫生福利部改列为1824亿4215万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12项。第二项疾病管制署改列为55亿1579万元，本项通过决议23项。第三项食品药物管理署改列为27亿6461万6000元，本项通过决议38项。第四项中央健康保险署改列为55亿4770万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21项。第五项国民健康署改列为22亿3036万5000元，本项通过决议20项。第六项社会及家庭署改列为186亿0596万6000元，本项通过决议31项。第七项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宣读完毕。第十九款卫生福利部主管暂行保留，请宣读第二十款。第二十款环境保护署主管，第一项环境保护署改列为37亿9133万1000元，本项通过决议91项。第二项毒物及化学物质局改列为7亿0336万5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5项。第三项环境检验所改列为2亿8136万2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四项环境保护人员训练所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第二十款环境保护署主管暂行保留。报案会本案各款预算及决议均暂行保留，奏以下决议，并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
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报案会总预算案公开会议部分已经处理告一段落，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休息后改开秘密会议处理机密预算部分。
好，报告院会，因为讨论事项第二案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尚待协商，明天1月9号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